我那时候还在想，我宁愿再高考一次，我都不想考这个期末考试。下一次我们都不学医了，好不好？来年我们都不学医了。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别想了。但是我妈妈说，你搞不下去你就别搞了，你搞了心情还不好，你要搞不进去。我说，我说那怎么办？搞不完。